看看新闻网。4月23日，小迎新艺术委员会聘任仪式在上海电视台顺利举行，正式聘任秦怡、黄豆豆、谭媛媛、廖昌永、冯绍峰、胡歌、关栋天、李顿等51位来自社会各界的艺术名家、演艺名流，担任艺委会的特聘专家以及艺术指导。小迎新自1985年正式成立以来，以最初的10人演出小组发展到如今的15000多名同时在校学院，艺术团体5大分团，21所分校，经历了许多的艰难阻碍，收获了更多的荣誉荣耀。作为 SMG 旗下唯一的儿童艺术教育品牌，不仅在上海独占鳌头，也发展成为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儿童艺术教育品牌。品牌的形象以及影响力也是众多艺委会艺术家选择小迎新的原因之一。小迎新在上海的近代的这个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诞生了很多这个非常出色的这个少年，而且有很多出成人以后也都在文艺岗位上继续在那里这个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欢乐，而且在我们上海的市民中间也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刚才在这儿看了一些短片，包括他们在外地啊、国外啊演出啊都非常的受欢迎，那么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这个精灵古怪的小孩子，很可爱。那作为艺委会的成员之一嘛，我们想总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把我们在这个对艺术、对人生的感悟，如果能把这一些传授给他们，对他们将来的艺术上的进步，能够有所启发或者是有所帮助，我觉得就已经很开心了。小迎新即将迎来30周年大庆，展开一系列大型活动。组建艺委会不仅揭开了30周年系列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竞争力。艺委会的成员会令小迎新的整体艺术发展、品牌建设等方面更上一层楼。我们最主要是做作品，我觉得要好的美誉的话，就一定要好的作品，对吗？我们尽量多做一些儿童的音乐剧给小朋友看。我们已经进行了，已经在日程了，我们已经在讨论开了很多会了，已经音乐剧这种形式让小朋友能参与到更多的更好的音乐剧的演出，我觉得对小朋友是最好的教育。